Hello， 好耐冇见。咁依家咧5:30，我啱啱喺东涌收工，咁啊落咗呢个荃湾西接埋佢哋，咁啊一齐出发去球场。依家系冇错。好，咁我哋出发啦。好啊，出发。我收工就大概5:30同埋6:30都有嘅，咁啊睇下嗰個更份係點樣咯。咁就週5:30就好啲嘅，咁就譬如好似今日咁咧，因為我知道九龍城都固定時間，星期四8:00左右練波。咁如果我收5:30咧，因為時間充裕嘅話咧，我就可以收工食少少嘢，咁就有多啲力去練波咯。我多數落東涌或者公司有 canteen 嘅，咁我就多數咧就咬個三文治。咁我今日咧就買咗個豬肉蛋漢堡，咁就係啦，飲杯咖啡，咁就食少少嘢咯，因為提供翻啲熱量啊能量，咁就係咯，咁就冇咁肚餓，因為我真係好驚肚餓，好怕肚餓呢個人。Hello， 你好啊，你好啊，我系赵少维啊，咁我咧就啱啱收工啊，咁我依家就准备出发去呢个九龙仔度练波。练波之前嗰日系要翻工，你洗翻，准备有啲咩？如果要翻工嘅话，咁咪可能要早少少，即系前一晚早啲准备，要执好晒啲装备先咯。因為第二日翻工要早起身，但係如果唔使翻工嘅話，就瞓醒之後先再執嘢都未遲。啲同事知唔知放工都係要練波咁樣？有啲同事會知嘅。佢哋有冇話我同你咁辛苦，你都放咗工仲去練波啊，或者仲踢波啊？有時都會嘅。佢話：哇，仲練波啊，咁攰。我話：咁自己中意，咁咪都會去練咯。有冇粉過啊？冇啦。冇啊？牛肉球啦。哦，要個要牛肉球啊。平時都係食呢啲㗎，定係？食麵包啊嗰啲。睇情況咯，咩都會食下，可能有時食下壽司，有時買包。睇下路過想食咩咪買，即係少食咯，都係啲，因為冇得食得太飽，因為如果一陣練波，可能嘔，如果食得太飽，太激烈啦，因為啲踢波你知啦。有冇試過喺邊食？有嘅，咁就可能當中有啲文件即係急住要交，咁但係如果我今晚即係練完波翻去咧，可能太攰又未必做得切嘅話，咁可能我就會練唔到咯，即係我會同佢講聲話有嘢做練唔到咯，係咯。有位泊到車，咁就唔使等咁耐啦。OK， 主場休息。喺上面踢職業嘅時候咧，因為始終你都要 keep 住個狀態，即係你一定要去捉，即係夜。當然我哋唔係話去捉曬嘅，即係夜晚可能三課你一定要去。咁你唔去，你冇得操練，咁你就冇得出場。咁今年想落翻嚟原因就係啱啱講到就係工作關係，咁就相對比較 free 啲咯，即係啲時間充裕少少咯。一嚟喺呢個工作同埋屋企人嗰方面，想多啲時間陪屋企人。咁啊，工作方面就到練波時間叫做就到多啲咯，因為始終上年踢超聯咧，要好多時間練波，收工又講練波好辛苦。點解即使有工作，但都選擇喺度踢波啊？自己個心咧，本來即係可能喺畢業，即係喺讀緊大學嘅期間啦，已經開始踢緊職業噶嘛，咁就本身自己都好想繼續踢落去。突然間疫情一嚟啦，就斷咗個聯賽咁樣，跟之後陸陸續續咁樣就開始咗工作，咁所以。習慣了工作之後咧，又突然即係唔係好想
又一次咁跳翻出嚟咁樣，之後即係踢全職啦。又好驚，因為突然間踢完全職之後，佢突然間又話唔玩，跟住我又要再揾球隊，或者又要再揾工作，咁就即係會覺得好亂咯，好麻煩咁樣就係咯。keep 住都係一路做嘢，一路踢波，咁已經係當咗一個生活習慣咁樣。亦都可以講係興趣咯，我自己都好中意踢波嘅，咁就每個禮拜日咁就比賽，同啲隊友踢波、食飯咁樣，我已經覺得好滿足。咁叫做喺生活度揾到一啲自己有興趣嘅嘢，咁就可以 keep 住，因為翻工大家都好悶噶嘛，咁就收工之後有波踢，其實已經好夠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一班隊友一齊踢波比賽咁樣咯。係個人嚟講或者球隊嚟講，個今季嘅目標係點咧？我個人嚟講就即係希望可以幫到球隊先啦。第二就係想入多啲波咯，係咯，或者即係唔一定係入波嘅，總之幫到球隊啦。咁球隊嘅目標，我覺得就係希望可以即係 keep 到呢個成績先啦。即係因為上年都第二，咁希望都可以 keep 到喺頭三名。咁希望盡量可以幫到球隊，可以再即係起碼可睇可唔可以攞到冠軍咯。球隊目標我就好希望幫球隊攞到冠軍咁樣咯，因為我知道他們都放了很多心機下去的，教練啊、球員他們本身自己都很想，所以大家加油盡力。最後再補問一條，你這班隊友裡面，你們兩個跟誰或者哪幾個最熟呢？我跟誰最熟就阿蕭咯、益成咯、Lango 都有都夾過一下的阿蕭和阿益成一定是最熟的，因為呢我們在好，呢啲會出嘅，唔緊要啊，呢啲會出嘅，呢啲一定會出嘅。哦，再嚟啊，再。